我们近视手术的话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上面来讲哈，我们以前做的近视手术呢，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前面这个角膜上面去做的激光，做的切削。我们通俗来讲，我们近视手术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镜片做在你的角膜上面去了，就是角膜在这儿嘛，就是它的手术的这个程度没有深入到这个。对，它跟这个手术呢，其实就是这种激光类的手术的话，它是没有动到这个晶体的，跟晶体没有关系。另外一个，现在我们做的更多的就是叫做 ICL 手术，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。那么这个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呢，它是放在我们这个自身的晶体前面这一部分，它也跟我们自身的晶体没有关系。